我就准备用山东英语对你表示一下感谢。我的妈是 thank you 先生。塞琳迪昂，你的泪一定要有动作，但是他的动作不够重，而且人家动作非常有张力，我希望他更激昂一点，你知道吗？再大点声，看热闹不怕事儿大。麦卡迪党，阿玛尼库西，这叫韩墨语，记住没？最想跟董卿唱《常回家看》。哎呦，哎呦，一辈子容易，就为了要上春晚，我要上春晚。春晚总导演冯小刚亮相《我要上春晚》，钱江弄潮儿舞动命运之中，魔术骇客上演心灵操控，玄武传人梅花桩上秀真功，大女孩组合火热开唱，创作精灵丫丫向妈妈温情告白。12月29日晚，综艺频道《我要上春晚》人气王专场，精彩不容错过。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节目《我要上春晚》，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大家的掌声，请坐。今晚啊，要为大家表演的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站在了舞台上，这些选手可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精挑细选，由我们的评审和观众票选出来的人气王。是的，我们是一场人气王的专场，所以今天也是高手对决。这其中有舞蹈，有小品，有花板，有杂技，有歌曲，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表演形式丰富多彩。究竟哪四组最终能够进入到年度总决选，让我们拭目以待。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他们表示鼓励，各位加油。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还是要向各位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评审，他们是著名歌手蔡国庆。你好，董卿。你好，蔡国庆。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真的为你来的。好多人说这话，我不信。这个蔡国庆说，我信。
是因为大家伙伴注意到没有啊，咱们来过好多的评审，一般呢男评审就是除了你之外从来没有跟别的人拥抱过。一会儿我估计后边上来那个得生气了，这什么一待遇不一样。为什么我跟蔡国庆，因为我们演过夫妻呀、啊、大家知道吗，我们演过超声游击队知道吗？对，我们俩、哎、那一版太绝了，抓就抓呗，我喝出去了，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跟做贼似的，干啥呀？干啥呀，不过两天不就省了吗？省跟你结婚就没消停过，四年生了仨丫头片子，这一天到晚老大闹老二叫。来了吗？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啊就是给我生儿子，知道不？我从91年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我上了20届的春晚了。那么20年的春晚，我今天真的想告诉大家春晚到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不知道？听听你的答案。春晚就是常回家看看，春晚就是365个祝福，春晚就是不能没有你。哎，这三首歌都是我在春节晚会上唱过的。好了，对，365个祝福，常回家看看，不能没有你。好，现场想听哪一首？我觉得我最想跟董卿唱《常回家看看》。哎呦，这个行不行？你说行不行？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糊涂，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啊？一辈子不容易，就为了要上春晚。一辈子不容易，就为了要上春晚啊！哎呀，太感谢蔡国庆了。我觉得编导组一定要拿出来我91年第一次上春晚的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嗯，对比一下今天这个感觉。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那蓝蓝的海，那柔柔的岸，暖暖沙滩，悠悠白云。起飘荡，谢谢，我想观众的掌声也表达了对你的一种喜爱和感谢，也谢谢你这个20年如一日的保持着青春的模样，站在这里为大家充满激情的演唱。今天晚上我会更青春的。来，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蔡国庆。谢谢。掌声有请我们的下一位评审，著名媒体评论人梁宏达。老梁就从去年到现在除了握手就是反正主要我来了也不是奔着拥抱来的，这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到这节目时候都特别热情，所以我们这个演员和嘉宾呢在这个台上啊，咱说点实在的，你看刚才蔡国庆就讲他春晚的经历，非常实在。来，我再次掌声送给老梁，谢谢。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这位啊，是一位非常美丽的舞蹈演员，应该说是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和喜爱的青年舞蹈家，掌声欢迎沈培毅。欢迎培毅姐。你好。哎呀，好久不见你。特高兴，你刚刚说介绍我是青年舞蹈家，已经真的很多年没有人这样称呼我青年了。你啊，老梁这种都还自认为。我觉得我特开心，真的。老梁还自己自当自个儿年轻人呢。我今天真的特开心。老梁都50好几了，肯定青年没有离我们太远哈，老蔡。真的青年，真的。难道莫不成说老一辈艺术家？虽然这个培毅姐的这个资格很老啊，这个上春晚也得在90年代初了吧？对，我上春晚真的不多，一次是80年代，一次是90年代。哦，
对，我们但我们找到的是94年那年春晚的视频，那、哦、是郎导导的那次。94年也是郎导吗？对对对，就你那年也是郎导。郎昆导演。哦，对对对，真是的。来，我们来看看94年时候的裴玉姐的那段视频。对对对，一起来看一看。那多少年过去了？25年了。对，我数学不好，反正我不算了。嗯，真的，那个第一次也像刚才蔡国庆说的很难忘吗？我们就觉得上春晚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演出，就是这种，就没有像那么多细腻的感受，倒是到了94年，有了。对，因为发现春晚好像通过春晚能够让广大观众认识演员，无论是唱歌的还是舞蹈演员，就觉得哦，原来春晚这个平台很重要。94年开始，在你的描述当中，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感觉。来，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沈培毅。好，谢谢。除了我们的三位评审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来自各大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唱片公司的代表，在这里也对现场评审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大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赶紧掌声请出今晚的第一组人气王，闪亮登场。怎么样，演出过瘾了吧？中华地图飞起！哎，师傅，难题来了。唱上，略微再多，别慌。咱人多，不光人多，家伙事也多，绝活多。说的是有一个外国女郎叫玛丽诺，花样多，评委出题咱不怕，前考已高人胆大，道道难题算个啥？拿下！花板飞舞笑容满，我们定要上春晚。打起花板小开人，咱给大家拜个年。拜个年，那个鞠个躬，咱唱唱长安街上逛花灯。当当的人群如潮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熙熙攘攘，人人树林似长龙。这个街两旁万家灯火令人醉呀，一是那个银河落九重，有步道灯、树直灯、花坛灯、朝廷灯、华灯、地灯、高杆灯、激光灯、等光灯、彩色喷泉灯、变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那个光岛纤维灯、熊火莲花灯，还有陶瓷笼挂灯。天地安门，金碧辉煌放瑞彩，庄严伟岸展雄风，中华博物馆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彩灯环绕一层层，这个绿草红花棒京东，那个京东根上缀满了灯，犹如宝石镇彩带，这是气壮观，那么有玲珑，五色彩旗迎风飘，灯光下照射更鲜红。有一个外国女郎，她很激动。北京好，天安门好，纽约、巴黎、伦敦我都去过，不过如此一般通。哎，真可惜，我明天前程要到期，马上回国要启程。俺多想晚点走啊，再看看这美丽的北京城。您听听，这外国人说话还带山东味儿的呢，看样子要碰上个漂亮的中国小伙儿，在北京安家都有可能。关你灯眼，有点狠，还是整容猛子走，轰轰的震耳鸣，引来了全城一片欢呼声。原来是美丽的使者绑离风，不多你的歌声铁公但只见红的太平斗，配与歌舞云霄斩银铃，天女散花朱黄秀，八仙过海踏浪行，赤城黄旭
明。展示着北京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更雍容。更火亮，更火明。昭示着北京美好明天，犹如一轮红日正中升。什么观花灯、看花灯、赏花灯、逛花灯、爱花灯、恋花灯、说花灯、唱花灯、夸花灯、赏花灯、花灯好好花灯，世界的花灯不见美谋生，爱情可以再登。它指引我们实现中国梦，奔向那美满幸福的锦绣前程。好，谢谢谢谢各位，你好。你好。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我们北京市新华书店的赵国柱。老赵，赵老师，这些都是你的学生吧？对，你给介绍一下。我的弟子，这是叫王悦。这个是高宇。多大岁数了？我今年18岁。18。今年15岁。15。这是。我今年10岁。哦，年纪最小，可是在当中表现却很突出啊！你叫什么？武杰。武杰，你学了多久了？我学了已经5、6年了耶。哦，也有5、6年了，就也就是说你5岁的时候就开始了。5、6岁的时候了。你都是个大概齐哈、啊，5、6岁的时候学了5、6年了。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快板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快乐。就是你自己每当不高兴的时候，一说快板就高兴了，是吗？来听听我们各位评审的感受。这个孩子，我今天觉得这舞台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他，因为这个快板啊，一个自己精气神得到位，再一个口齿特别关键。我们叫掰瓜漏籽儿，送音入耳，就我一张嘴啊，每个字的音得吱吱的送到每个观众朋友的耳朵里面，你就做到了这个。台上啊，这俩女孩，因为曲艺舞台上呢很少见到昆角，这女孩一登台她就特别领神，大伙看着也新鲜。这两个孩子表演就有点像相声的对坐数来宝，特别脆，我们看着舒服。这个女孩子还会两块鸳鸯板啊，山东快书还有，真好。我就准备用山东英语对你表示一下感谢。我的妈是 thank you。 德心，我们的赵老师，你真的是用了你的心血在教你的徒弟啊！他们两个姑娘，还有刚才10岁的我们的这个小帅哥，他们的表演的一招一式哈，每一个真是对非常味道特别足，特有范儿，所以我特别感动，对这个节目我心里真的充满了感动，特别快乐的一个节目。谢谢赵老师啊！谢谢谢谢，来可以啊！我就觉得是不是在艺术形式上可以再多设计一些舞步？你比如说比如他有过几次说到台词什么往前走，大概有几次说往前走啊，看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像这些东西其实完全可以加上一点秧歌，就边打着响板边说着，然后边脚底下有一点舞步，如果在这里加一点这样的话，可能在观赏性上会更强啊，我是这么想。现在就请你和我们沈佩益老师学习一段舞蹈。假如这个时候是响板哈，哎走。过银街道了王府井，东方广场灯火明，楼前的人群挤不动，正观赏音乐喷泉灯。哎，然后你还可以转，你还可以转。别听，你可以先说，说着对，可以做很多动作，其实真的可以做很多动作。非常好，谢谢谢谢沈老师。当场指点哈、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而且把你们姑娘的那种婀娜多姿、俏皮的样子又能够表现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赵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有奖竞答了。我们的幸运观众都将获得阳光保险提供的新日智能电动车一台，具体的情况可以登录 CNTV 查询。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再次掌声送给这些年轻的舞蹈演员。这是来自山西省戏剧职业学院华夏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你们好，欢迎你们。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学生，还在山西省这个戏剧职业学院在读书，还有一部分是剧团的演员，很少的一部分。这段这舞蹈很特别，是不是？大家也觉得很特别。它叫天足，就是相对于这个果足和蝉足来说的，简单说就是天然的脚丫子，就大脚丫子和那个小脚对应的叫天足，是舞剧《解放》当中的一个片段，表现的就是姑娘们啊，在裹脚之前的那一段特别天真烂漫健康快乐的生活。它主要还要靠脚的那个表情，脚的表情，它这个脚上面，对它这个脚不仅是要体现音乐旋律节奏，还要体现表情，还要体现少女的那种情怀。哇，真的，我觉得就是可见，真的是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这个编导真的是个，真是天才，而且他是个大才，大编导，而且他必须还得是具有相当的童心，心得何等的干净，才能编出这样一尘不染的作品。这编导跟你有过很多的合作，对，不然我不会说这么多。是我，这妹妹们都知道，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张继刚，对，著名的张继刚导演，他还为咱们的春晚还编排过这个叫什么？牵手观音，对，也是我们奥运会开幕式的副总导演。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我们可以再向大家展示一下那个脚的表情，好不好？那个是特别特别生动的，而且也靠姑娘们刻苦训练才得来的。然后像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是眨眼睛，这一秒钟得眨多少眼睛啊？六七八下吧。那其实这个我也可以说是小苗在微风中颤抖哈。对对对。对。一秒钟六七八下，你让老梁手他都做不出来。老梁，你一秒钟你试试看，滴答，就是。这不行，我脑血栓。真是你我都会抽你，大家可以试一秒钟。一秒滴答，一秒钟你能六七下，抽筋儿了，我觉得快要。你脚不会抽筋儿吗？刚开始练的时候会，经常。对，那这样一个动作表情，你练了多久？三四个月吧。你看，就是练到特别。就这么一个动作，就孩子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六七次。然后还有呢，来，还有什么？这我做得好，搓脚这我经常做，这动作我会，抚摸，这动作我做得特别棒。还有这个，一，这个是害羞。啊，这害羞。就不好意思了。你可以注意到它既有点，它的每一个节奏上那是点，然后它所有的伸缩那是线，那就是表情，它的情怀，少女的一种情怀在里面。天足其实过去来讲就是不裹脚，这个脚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性的解放，社会的进步。所以在这个主题之下再看，你这里好多艺术性的东西有那么一点心有灵犀的地方了。你看中间好多地方我觉得借鉴了这个花样游泳的一些技巧，就我们在这个看到运动员上半身在水底，脚在水面上，这些动作都特别特别形象。我这个给我带来更大的震撼是呢，我们往往在舞台上啊，团体操式的表演挺多，人多，可是这个人多是不是一定就能把艺术水准很震撼的表现出来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咱们过去经常有中国人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7000人一块刷牙，10000人一块吃羊肉串，这都什么记录？你不就人多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质量不自信，我们才用数量去战胜人家。那么这个舞蹈不是，它这个数量是完全为质量服务的。我认为这个节目不仅可以上春晚，还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于我而言哈，因为我刚开始最先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舞蹈，我第一次见。因为牵手观音我见过啊，这个舞蹈我没有见。而且我觉得今天48个姑娘漂亮的少女们，
你们的脚丫子实在是太美了，感觉你们脚丫子像一朵花似的，是吧？有那种花的感觉，绽放的感觉。我们觉得我们要是能上春晚，就是把我们辛苦的劳动能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然后感觉我们此生无憾了。哦，你看看，姑娘，你这一生还长着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此生无憾有点大。因为我们就是能学舞蹈，然后又能上春晚，就真的觉得就特别棒，特别棒。嗯，好的，谢谢姑娘们，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够梦想成真，好吗？谢谢。本栏目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下一位选手闪亮登场。我是王铮亮，我是歌手。春晚的舞台对我来说像是一场比赛，唱歌的时候我追求完美，全世界我只在乎你，不能有一点瑕疵，我会全力以赴，奋力一搏。我是王铮亮，我要上春晚。别怕，天就要亮了，他们说的那一天已经过了，别怕，没有人说谎，只要一个理由活在当下，不要怪他，却自己受罚，故事没说完，痛无处埋藏，度过荒凉海面的微光，自然登场，能给你牵亮最平常的夜晚，就算忧伤都值得担当，世事变幻，我会在哪和你第一个说早安。如果那天把我遗忘，还要第一个说早安。来，掌声欢迎来自四川音乐学院的王铮亮。谢谢，大家好，董婷你好。你好，铮亮你好。岳老师你们好。嗯，这刚才这个唱的时候已经有点巨星的感觉了，你自己看不见，我们现场那个光，整个的舞台的配合，加上你的音乐的感觉，嗯，很好。我是因为我觉得一首歌还要配合所有今天辛苦所有的导演、灯光，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让我这首歌能够给大家这样的感觉吧。谢谢大家，辛苦了。这首歌叫我能给的天亮，我能给的天亮。嗯，这是又是哪一首电视连续剧的片尾曲吗？这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要表达的是一种给予和一种付出的这种坚决的态度吧。哦，我们来听一下各位评审的感受。我敬佩你的创作能力，我喜欢你的歌曲，
我唯一的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我希望你在春晚的这个舞台上，成为一个会表演的歌者，充满着魅力的歌者。在这方面，如果说再用心的修饰一下，把你的最美好的作品在春晚的那一个夜晚展示的时候，那三分钟对于你来讲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看好你。谢谢，谢谢曹老师，谢谢。我在这点上稍微有点不大同意蔡国庆的看法，就是他讲是在春晚的舞台上要表演一点。我倒觉得，如果你对你的声音真自信的话，我可以不需要其他的修饰。像我就非常欣赏刚才你在台上这种安安静静的唱法，你看你基本上没出那个圈，刚才看那前面有一个圈，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闹的，好多选秀节目是把一个选手经常出现两个毛病，第一个是不拿麦克这个手上下翻飞，上下翻飞，第二个是一到高音部分就得蹲下来，完了再使劲。而且我认为你的声音非常好，深情而温暖，干净又明亮，更难得的是里头有充满着阳刚之气。现在很多人理解男人唱这个有阳刚之气的歌，那就得粗犷豪放带沙哑，其实不是一样。你把你很深情的东西有穿透力的表达出来，那就是阳刚之气。而且你看你外形多像把胡子剃掉的汪峰啊。我一开始我真以为是汪峰站在那儿，因为没有面光的时候就光看见头发和他的脸型的轮廓还有身材，我真以为是汪峰，然后我就一直期待着等亮了，你看哦，是另外一个歌者哈。我觉得我挺认同梁老师刚才跟你讲的，就像舞蹈演员，他当他的肢体能够足够的去放大他内心的人物情感的时候，如果他的表情也同时血丝呼啦的话，那就很麻烦。我是非常不赞成这样的表演的。那么歌者我相信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要特别的自信和就是充满了信念对自己的声音，还有你的整体的气质特别的好。你刚才唱歌的感觉让我觉得有一种很男性的一种浑厚的深沉的感觉，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不要动，甚至表情甚至可以再冷一点，还可以再冷一点，千万别听他的。我唱春节晚会上你千万不能玩酷玩冷，老百姓那会儿心中充满着温暖。前年的那个春节晚会的记录我就不说别人，咱就说说吧，国际上还有谁能超过他唱的 Celine Dion。 你有他来一定要有动作，怎么能没有动作呢？哎，人家刚才有动作呀。他不能在舞台上就永远就不是，刚才人家真的有动作，啊、你看回放，但是他的动作真的有动作，而且人家动作非常有张力，都是这样的。我希望他更激昂一点，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讲，你千万别外在，你这首歌曲是不合适外在的。如果你要唱这首歌的话，再大点声，不合适。再大点声，看热闹不怕事儿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们，谢谢。哥们儿，嗯。你要上不上春晚、啊？一定要自己好好加油，听清楚。嗯，每个评委的都有自己的意见，但自己一定要知道，谁的意见真的更靠谱一点，谁的。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更靠谱一点是吗？我告诉老蔡啊，你的形象是英俊的，他不是。他真的不能走你那个路，真的，我真是为你好，你千万别听他，你要跟着他走你就败了，你知道吗？好的，我一定请反方一辩发言。正方一辩，啥也不说了，我问问今天的观众，我说的行不行？行行行。你琢磨琢磨，来，你即兴的来一段，再来一段。我就唱一段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唱亲情的歌吧。是来自《老牛家的战争》的主题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就唱副歌部分吧。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谢谢。经鉴定啊，他
他不太适合按照你的方式。我也有动作。你有金戈任务，来来来来来，我看看。不是金戈任务，我说刚才那个蔡老师给我说的，我中间还是其实有一些肢体的表达，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夸张。嗯，对，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不叫实际，你的那个动作表达我看见了。谢谢。但我觉得其实归根结底啊，你声嘶力竭也好，你劲歌热舞也好，你冷若冰霜也好，最终的是我们要听到的是能够敲打我们内心的东西，有这个外在都无所谓，行吧？好，希望能够听到你能够直击人心底的歌声。谢谢王铮亮。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观众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还可以登录 CNTV 我要上春晚官网，为您所喜爱的选手投票。每期节目我们都会抽取五名幸运观众，奖品是由阳光保险集团提供的乐视 TV 39寸超级电视一台。同时在年终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抽取幸运观众，奖品是阳光马尔代夫之旅和阳光电话车险一份。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再次掌声送给两位杂技演员奚海伟、李培明。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往前站一点。辛苦啊，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落差也太大了，高的得有好几米。将近3米。三米，那个最小的那个呢？最小的有10几公分吧。这怎么可能骑得上去呢？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哈。裴毅，你觉得这作为舞蹈演员，可能这个平衡都很难掌握。这跟舞蹈真的嘛关系也没有，亲爱的。我就觉得舞蹈演员在我的想象中是最灵巧的，任何这种平衡他们都能掌握好。这个跟舞蹈关系倒不是很大，但是他那个骑小自行车那个，特别像京戏里那矮子功。就是那个学矮子的人，比方说扮演武大郎啊、古上早时迁呢，他有一个在距地面很近的地方低重心的快速摆动自己腿的功夫，这个在我看起来跟那个矮子功是特别像的。倒是你们刚才的表演还是挺不错的，谢谢。但是我觉得在你们二位我更有期待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独立的表演没问题，小车表演当做一个啊、当做一个逗哏的那种地方啊。我更期待的是，我跟梁老师有同感，就期待着当高空作业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完成一些让人感到吃惊的动作？这可能就更棒了。今天那个大的自行车就是之前嘛出了点状况，所以今天演出的时候骑的也特别不顺。哦。但是链条和那个是脚蹬的那个地方还有点摩擦。哦，所以你们有的动作可能没有完成，对不对？是的，按说应该可以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我觉得。本来表演起来，编排起来嘛，就是很顺溜的。是。现在表演起来特别的，因为你骑的时候，它那个地方荡脚。哎呀，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个就是我刚才看完了第一感觉，我说底呢？
就这个节目变得没有底了，就最后我们等着在高空当中还有一个惊险奇观式的动作出现，但是最终没有出现。就你前面我的感觉，即使最后出于这个原因，也有节目编排上更富技巧的一面。就蹬这个小车子，平常那个车子，还有这高车子，怎么重新编排的让节目更加跌宕起伏一点，大家可能看起来就更顺了。该怎么样再丰富一下你的表演形式，包括你的表演，我觉得也有点单。就是你基本上，我觉得你的那个微笑的功力还是蛮高的，就一直就是这样的笑容，然后直到结束，就能不能有一些变化？你比如小的时候，可能你的表情有一些变化啊，然后到了高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种高屋建瓴的，你可能那个表情可以，这个时候倒是可以夸张一点。再考虑考虑吧，怎么样再增加难度，在表演上更吸引人一些啊，别让人觉得就是有些一成不变的感觉。行，好的，我们谢谢两位来自山东的杂技演员奚海伟、李培明，谢谢你们。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二维码互动当中。每期节目我们都将抽取200名幸运观众，奖品受阳光保险集团提供的50元手机充值卡和阳光出行无忧保险一份。我们有请下一组人气选手闪亮登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田浩。大家好，我是演员姜丽林。哎，能来到这个《我要上春晚》的人气王的舞台上，我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是，那么这回呢，来到人气王的这个舞台上，带来一个新节目，叫《休息时间》。没错，这是一个军旅题材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温暖，带来感动。在这里呢，我们饰演的是一个军人的形象。你看，我就比较适合演军人。不，这我长得……你别说了，不是你半天，你让我说句话呀？谁帮你说的？随便说一说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肯定非常幽默，非常好笑，准保让您乐不停。对，你说这话也太不谦虚了。那我应该怎么说呀？你得这么说，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作品呢就是非常好看。小春，小春，小春，哎呀，小春，小春，小春，你听着跟叫女孩似的。班长，你不能叫我全名啊！啊，行行行，我叫你全名，陈小春到。哎呀，你说你叫什么不好？你叫陈小春，那叫着我就别扭。哎，我说谁让你在这睡觉的？啊，不是，班长，刚才团长来电话了啊，说咱们这两天呢太辛苦了，让咱们休息10分钟。啊，睡会儿，睡会儿，睡会儿。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不是班长，你能不能一块儿说完呢？哎，我这是大好事啊！好事，你新媳妇小婉来了。小婉来了啊！你骗谁呀、啊？哎，我怎么骗你呢？我这小婉来就给咱连队里打电话了。你不相信是吧？我让他走了啊！我得看看去、那个。哎，你过来吧你！你看把你给急的！你说你，我跟你说啊，你新媳妇来了，你不得打扮打扮？你看你脸上的用啊！你看这收拾收拾。哎，嗯，好了，欢迎欢迎，来，准备准备，来来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春，晚，春，晚，春，晚，小婉，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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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你好，哎呀，你好，小婉，又见面了哈。哎呦，我记得那个一个月前你们结婚的时候啊，你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哎呦，可好看了。就来团里是想小春了吧？嗯，我就知道肯定想小春。新媳妇想新郎，干柴烈火烧上房啊！班长，你看那团长来电话了，就让休息10分钟，这都过去2分钟了，这不还有8分钟了吗？你真哎，我跟你说，小婉啊，小春可想你了。我说班长，他这，你看你回去睡会儿觉呗，回去。我睡什么觉啊？人小婉来了，你看他让我睡觉去，你说多没有礼貌啊！班长。你不觉得咱们三个当中多一个人吗？你打壶水去，你站着干什么？哎、你说我打什么水？我打什么水、啊？怎么了的？你找我来，我10分钟，然后你跟我。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冤枉冤枉呀！你看人刚来，我真不是跟人说话了。那个，那班长再见。啊，那我走了。春，晚。春晚，小春，小春，哎，你这干什么来着？这我这个
活动腿。花生真好吃，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人小婉大老远的坐车到咱团里来了，是吧？这路上没吃饭，肯定饿了吧？他不饿。你怎么这人也不饿？就问咱俩吃什么？快去。你饿不饿？不饿。你看他不饿，他不饿，班长。哎，我说你怎么这么不知道疼媳妇呢？他当着我的面他说不饿，他能真不饿啊？啊，那个小婉，你想吃点什么？随便吧。随便。哎呀，我跟你说，小婉啊，这个吃饭点菜就怕点随便。因为到饭店你说随便，你说这服务员没有上菜的目标啊，你说不是班长啊？这早都过了中午吃饭的点了，这食堂都没饭了。不是小池，我得说你两句了。咱们工作再忙再累，也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是不是？是。所以说，你别看我瘦，全是肌肉，我很会保养，我就存货。你有什么存货？方便面。哎，方便面就行。方便面行、啊。哎，对，方便面，方便面，班长。方便面，方便面去啊！谢谢田班长。那个。哎呀，你让开！你这不耽误时间了吗？你这不谁耽误时间了？班长再见。再见。晚。春。晚。哎呦，我一点情绪都没有了，我。你给我过来。哎。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站好了。结婚第二天你就回部队了，你说过两天回来，过两天回来，这都过了一个月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过两天，不是，那个任务结束我就回家。你看人家那新媳妇儿，要不跟着老公去度蜜月，要么去旅行结婚，我可倒好，刚结婚就守空房。小婉，我这不是工作忙吗？忙。你就没有不忙的时候？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哎呀，小婉，那我跟你回去，我那工作谁干呢？那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一个单位，离了你还就不赚啊？小婉，这还真让你说对了。那要提起我们通信团呢，那可是个团结协作的集体。哎，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坑里一个萝卜，哪个坑里都少不了萝卜，尤其少不了你老公我这样的大个萝卜。你以为你是团长啊？早晚的事儿嘛。哎呀，小婉，你一笑真漂亮。其实我可想你了。嗯。喂，你好，找谁？田班长。好，你等着，我给你叫的表。田班长电话。田班长。来了，怎么了？我快了，泡着面了，怎么了？电话。谁电话？你电话。找谁的？找你的呗。哦，对，我电话找我的，小婉，我接个电话啊。喂，他挂了。哎，哦，小张，呀，肯定是小张。你不知道小婉，我们有个战友，叫小张，这小子可有意思了。那个人家谁家属来队了吧？完了他就给人打电话骚扰人家，哎呀，跟人开玩笑，可以下回见面我熊他行吗？啊，那我那个碰面去，太不像话，我熊他啊。别走，肯定是校长。嗨，我兄弟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打不来电话，王这电话，偏偏那小婉来，你不懂事。团长你好，团长，我哪个兄弟啊？我是说校长来。对，沈小春的新媳妇小婉来了，你放心，我肯定照顾好的。谢谢团长关心。是，设备已经检修完毕，随时准备出发。是，团长再见。哎呦我的娘啊！我们团长刚才打来的电话，哎呀，团长可有意思了，一听说你来了吧，哎呀，这赶紧就让我好好照顾好你。你说跟着这样的领导，咱能不能好好干？是吧，小春，我跑面了。哎，小婉，你别生气啊，其实我们田班长是个热心肠。啊，他就怕团里来了家属，我照顾的不周到。看出来了。小婉，你千万别生气。别看我们班长成天乐呵呵的，其实我们田班长难事不少。他家在外地，孩子小，父母年纪也大了，那家里家外的事儿全靠嫂子一个人。那嫂子可真不容易。是啊，嫂子是不容易。小婉，你也不容易。讨厌。来，我看看。
喂，你好，找谁？田班长，你，哦，嫂子呀，好好，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叫去啊。嫂子电话。那赶快叫去。哎，田班长，田班长，田班长。哎呀，来了，你烦死我了！你听不着，听不着，你怎么了？你看你，不是你平时没这么多事，怎么你媳妇来，你咋这么多事呢？你我什么我啊？你什么事啊？你电话，我不接。这个电话你必须得接。谁电话我也不接。嫂子电话我接。哎，那个小婉，我媳妇电话接一下啊。你干什么？什么事啊？啊，孩子病了。我行，我知道。你看孩子也不容易。你快叫孩子接电话。喂，妞妞，是爸爸，真是爸爸。听妈妈说你病了，病了就该打针，就得吃药。你别哭，你是解放军的孩子，你怎么能哭呢？爸爸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啊，一定带着你，带着妈妈，去坐过山车。爸爸这回说话一定算数。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班长，哎呀，小婉，我们这些个当兵的欠家里的实在是太多了，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这些个当兵的天天在部队里边忙忙活活的，就是这个样，这就是我们军人的职责。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我们这个大家好了，我们这个小家才能更好，是吧？小水到，休息时间到了，咱们该出发了。是。你在部队好好干。我从家里等着你。进来。掌声送给三位小品人：田浩、姜丽林、孙梅。田浩和姜丽林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常客了，老朋友了，对，来了可不止一回两回了啊，那好几回了都，好几回，谢谢您，好几回了，也始终是向着春晚的目标啊，前进，对对对，是特别执着，对，孙梅倒是我今天第一次见着，对，这是一个新面孔，嗯，是，但是我觉得他。戏不多，可是挺投入的啊，演了一个军嫂。还有，你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吗？没有，因为我也是军人。但是我们这个小品经常为战友们演出。嗯。但到最后也都是热泪盈眶的。对，因为这个小品能给人带来一种感动，带来一种温暖。因为大家可能对军人的真实的这种保家卫国的真实的一些具体情况不大了解，对，我们做过深入的体验的生活的一个真正的感受，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的军人的那种，有一句话叫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保家卫国，这个情怀，这种感觉让我每次说到都热泪盈眶，因为我是一个很爱激动的一个人，充满激情，充满激情的一个人。我想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哎呀，我不会打断你，要离你远点。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这种激情，是，都有这种情怀。对，其实有的好多战友啊，军人，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关系。可能跟自己的爱人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见一回面，所以说是军嫂、想起来了，那个我跟我老公也是两地，对，他不在我当兵的地方，
所以你会有经常分离的那种体会。要不他热泪盈眶呢？他也热泪盈眶了。啊，对，他也热泪。就是我想两地，没有人跟我两地呢，现在。我会觉得两位长得这么有喜感哈，但是他们演的这个戏呢，又是这样一个军旅的一个小品，特别不容易，能够把整个小品能够演出一种情绪来，一种情感来，我觉得挺难的。因为编一些所谓世俗的小品，可能真的是可以随便说的乱七八糟都可以，太多太多了。但作为军旅小品，能够编成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戏的情节能够还有这么多的笑点，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而且我也会觉得，在每一年的春晚的舞台上，都会有一首军歌，或者说有一个我们军人的小品。对，我觉得这是最有正能量的节目。这种正能量在春晚的那个舞台是一定要有的。这两个演员呢，我看过应该有几次他们的表演。对，演员好演员，非常到位的。谢谢梁老师。刚才这个小品你先别谢我，难听的话在后头啊。这个小品的问题在于创作，它首先有一点，任何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一定要在里边体现真实的情感。我们现实兵营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田班长，在人家小两口见面的时候三番五次的诚心的去打断人家呢？哪怕是不诚心，那么他的智商是不是有一定问题呢？对自己老婆的欠情不能通过关心人家媳妇来弥补吧？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搬这个牛头，在我们看创作上来讲就稍微有点矫情。而且小品很忌讳你一遍来两遍来三遍来，我们都猜三番过去了应该抖一把了，可是没有出现峰回路转。再一个，三次春晚大家都知道这时候会发生意外，那么有这功夫俩人抱一块不就完了吗？我觉得我就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小品啊，我觉得我提两点。第一点就是妹妹，我觉得妹妹的表演，你的表演层次可以再丰富一些，你的反应，当你的是丈夫和班长他在说台词的时候，你的反应不够，层次不够丰富，也不够清晰。然后还要特别要注意，就是因为舞台表演戏剧人物是靠舞台行动产生他的内心活动的。其实这个田浩给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田浩那个韩语说特别好，就是我感觉韩国人说话他特别，反正跟咱中国人不一样。你学韩国女人发嗲那个韩剧那个，你就记四个国际品牌。我前两天在小米大赛说过，耐克、阿迪达斯、阿玛尼、库西，怎么说呢？耐克、阿迪达、阿玛尼、库西，这叫韩文，记住吗？好，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几位年轻演员，谢谢。本栏目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来，掌声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是来自台湾的黑脚舞团。我们擅长的风格是需要高难度技巧的 breaking 地板动作。采用运用各种主题的街舞表演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喜欢发挥创意，挑战极限。我们队员的年纪从10岁到30岁都有。用我们的舞蹈告诉大家，热爱街舞不分年纪。我们是黑脚。
先掌声欢迎一下来自台湾的黑脚舞团。大家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台湾黑脚舞团。你这个可以摘了吗？这个不行，这是造型，真的。你还看得见大家吗？我看得见，我看得见。可是我们看不见你啊。哎，行吗？好一点。你们是不是连牙齿都化妆了？哦，没有没有没有，牙齿没有，那太超过了。哦，就是因为把脸抹成了这种颜色，黑白的颜色，黑白的颜色。其实脸是想抹白吗？没有，我们是黑人，我们是跳街舞的黑人。哦，是想抹黑呀、啊？所以我们都有香肠嘴，有没有？像那个香肠嘴。哦，来，我们听一下评审的感受。我没看够，你们呢？是不是也没看够？对，甭管是快转慢转的，多来几遍好不好？对，所以没看够，所以我觉得，当然，整体的这种设计，好像我在国外也看过这样的表演，有类似这样的表演啊，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之新颖的这种表演，很好玩，需要你们整个团队的配合，是真的是需要真功夫的。他这个节目啊，其实我们最大一个看点，并不完全在街舞。因为现在街舞这个形式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比较常见，青少年投入其中练习的人也非常多。我倒觉得你们最大的个看点在于这个小演员在外边呢翻动那个播放机器的时候，他出现的短暂的误差，比方说快进，比方说快退，比方说脚带了，就类似我们过去听磁带这个声音出现以后，你们出现形体上的变形，这个应该是你们这台节目里最大的一个卖点。那么这一块刚才我看你们不妨就可以把街舞仅仅当做热场，告诉大家我们会街舞，我们会按照街舞的路走，然后在这方面多设计几番非常具有视觉观赏性的，你比方说那个震颤的动作，往回倒的动作，然后再回来，这样使大家一下带入到我们仿佛在看一个出了问题的 VCD 或者 DVD，这个时候可能的效果就会更加炫。你现在这样就这几分，难怪这个我和蔡国庆的感觉都是没有看够，你要再多几分，这个效果马上就出来了，好吧。我看到了你们通过编排很智慧的设计，你们让所有的技术完成和你们的能力体现是在剧情许可的情况下，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是编者的智慧。总体来讲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你们下一步要修改的，就是没有特别出其不意的表达，就少那么一个点儿，少那么一下。现在就我通常来说少一个扣，我觉得这个扣你们可以再找一找。哎，好，谢谢老师。往往那个扣是蛮难找的，扣就像一个灵魂一样的。对，有一个地方就是你站出来之后打了他一拳，这一段要表达什么呢？幽默吧。对对对。那一点只有那么设计我觉得才能够完成哈。OK， 这个整个故事呢是在讲说，我们以前在跳舞的时候是没有老师教的，我们就是靠着一卷录影带，那我们要学某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其实会一直重复倒带看，然后跟慢动作，那看到最后那个磁带就像老师说会坏掉，所以就会在那边跳针，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就是生气的，就是说他一直这样子玩我们生气。对，但是我觉得他折腾你们的不够不够，对，你们需要再增强体能，再多用一些技巧，而且把你们折腾够了，把他们玩够了，对，所以然后你挨的那一拳才漂亮，这种愤怒积淀的不够。对，而且他完全可以停下来，自己也可以学一段，因为他在看录影带学嘛，对不对？他可以停下来以后，哎，自己那漂亮的动作自己再秀一下，再接着放，再停下来，再接着放。小朋友是纽约尼克斯队的球迷，你喜欢大卫里是吗？其实纽约尼克斯本身这个球队，他的好多拥趸都是街舞迷，因为纽约也是美国街舞一个中心。你给我们秀一段，就没看你怎么跳呢，好吗？个人秀吗？每个人都可以秀他们。好啊。来，我们队长安排一下。谢谢我们这支充满活力的来自台湾的黑脚舞团，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视频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今晚的六组选手在之前的精彩表现。他指引我们实现中国梦，奔向那美满幸福上，谨孝前程。晚春，晚春，晚小婉，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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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各位评审投票的时间了。我们的十五位现场的评审团，每人手上有20票，只能投给一组自己所喜欢的选手。各位，请投票。经过我们的媒体评审团的投票之后呢，我们的得票最高的那组选手将直接晋级，得票最低的那组选手将会非常遗憾地离开我们现场。我们今天现场一共有6组选手，最终将会有4组可以进入到年度总决选。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场评审团的投票情况。先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场评审团的投票情况。恭喜王铮亮以100票直接晋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剩余5组的得票情况。非常遗憾的是，中国骑士组合，我们的两位来自山东的杂技演员哦，今天的这个对，最终是获得评审团是没有获得票数，所以可能要和我们现场告别。嗯，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更加努力的，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也谢谢两位应该说来自山东的，始终在杂技这个领域在默默的奉献，在默默努力，在默默坚持的两位年轻人。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得票情况，紧随其后的是赵国柱80票，山西的舞蹈40票，田浩和姜丽林、孙梅的小品40票，还有黑角舞团40票，票数相对还是比较平均的。那接下来在这四组当中，将由我们的3位主评审投票，最终得票靠前的3组可以晋级，还将会有1组被淘汰。来，3位，我特别热爱和支持我们民族的民间的传统艺术，我把我的票给。赵老师。好，谢谢蔡国庆。蔡国庆的50票投给了赵国柱和他的学生们。这样的话，目前赵国柱得票130票。裴毅。哦，我投给在表演中让我们感受那份干净，在干净中不由得发出赞叹的。天足。好，谢谢裴毅。裴毅的50票投给了我们山西的舞蹈天足，这样的话山西目前得票90票。我们看一看老梁。我曾经刚才说了这个小品3位演员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是说你们的演技，我主要说创作，而且你们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军旅小品创作的难题。我特别希望你们很娴熟的喜剧演技能够在突破题材的基础上能够有更大的发挥，让自己的天分能够有比较充分的展示天地。我把这一票投给你们。好，好，谢谢梁宏达。这样的话，梁宏达的50票投给了田浩、姜丽林和孙梅。啊，这样非常遗憾的是，黑角舞团可能就是要告别我们的
我们的选拔。这是我知道，这是在小豪队长的带领下，我们所有的队员除了他之外，都是第二次来到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为大家表演，所以我们也特别高兴哦，能够看到你们很有创意的演出。你们还有什么想和我们的观众说的吗？我想说，我们这是我们初次来北京做这样子的演出。那我们回去呢，因为这些小徒弟他们年纪都还很小，我会再多花时间，然后做出更有创意，然后观众会更欣赏的表演，再次带来演出。谢谢大家。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参与，也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你们更好的表演。谢谢各位，谢谢。好了，我们恭喜我们的王铮亮、田浩、姜丽玲、孙梅，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华夏艺术团赵国柱和他的学生们成功晋级。有请我们的各位评审，把鲜花和我们的年度总决选的邀请函送到我们的选手手上。我们的人气王选手都已经获得了阳光保险集团独家提供的乐视 TV 60寸超级电视一台，在这里也再次向他们表示祝贺，希望能够在年终总决选看到他们更精彩的表现。谢谢三位评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下期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再见。我们期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又和您见面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朱军。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我觉得他们三可以唱 No money, no money 免费。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找胖女孩就对了，一样花钱娶媳妇，谁不娶个大点？我从侧面过去了，一个舞蹈演员梆就给我一脚，我疼的呀！下来以后又找谁踢的我，谁踢的我？我觉得我要是会写，我首先写一首梁宏达的唠叨。我有一个梁叔叔，我叫他小淘气。